老师，你现在在帮他做颈椎的调整。嗯，要收肩，收紧。 三条出来，那边是不是三条？多了就是你的，我拿三条出来。哦，你拿三条出来，就这条吗？一长一短一条布的。 今天应该是绑了五条了。不，你看那边就是。然后有一条多的绑，我平常帮妈弄六条，今天只有弄五条，第六条。你看那边，这一长一短，一条布袋，就剩下都是你。好。
为什么要绑起来啊？哎，这就是通过检查把我砍掉。这就是伊虎式疗法，叫做伊虎式束带健康。我觉得我妈妈她会进步，就是因为有用到这个方法。就是怕它不均匀，是歪的，对，让它直这样直的，歪的。因为它一直都是歪着，那我们把它绑起来以后，它就不会就没有可能。肌肉不断的拉力。那是出院的时候多久才发生开始僵硬起来的？他一直就不动，因为一个人不动，很快就僵硬了。所以从医院不没有动的时候之后就这样子了，这一下就不是好几个月就，不一个礼拜就可以就可能会。不是一个礼拜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没有注意到。等我们注意到的时候，大概两个月，一两个月。其实没有到一两个月。好。你手啊。哎。这样子，轻轻的抖动，左右轻轻的抖动。啊。轻轻抖动。帮我照这个部分。就是近一点照就好了。哎，对对。对。它这里两条肌肉，竖脊肌哦。哎。它坠的肌肉在后面。是。就在这个后面两条肌肉。有没有录影？有。OK。做一个新的。好，因为刚刚。